欢迎进入欢乐谷，勇往直前，乐拍拍。勇敢的人留出你的姿态，用力拍拍，疯狂拍拍，怀里冒险用力展开，心中的热血点亮宇宙尘埃，不害怕失败，成败自己主宰。拍拍拍 give me five， 拍拍拍 let me try， 拍出未知的精彩，拍出无限的未来。拍拍拍 give me five， 拍拍拍 let me try， 勇往直前多痛快，开心就要了拍拍。拍 let me try， 拍出未知的精彩，拍出无限的未来。拍拍拍 give me five， 拍拍拍 let me try， 勇往直前多痛快，开心就要了拍拍。哇，大家好，夏天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大家好，我们是乐拍家族，我们的口号是勇往直前乐拍拍，全民健身一起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诚心满满的诚意。大家好，美丽的欢乐谷，你好，我是燕婉。夏天过得快乐吗？我是老朋友洪阳。大家好，我就是每天笑嘻嘻的小西。这里是深圳华侨城欢乐谷，您正在收看的是由江苏卫视打造的大型户外水上冲关节目《勇往直前乐拍拍》。本节目由欢乐谷玛雅海滩水公园独家冠名，来欢乐谷和爱的人共享欢乐。在这里还要特别感谢公牛装饰开关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勇敢去拍，放肆去嗨，公牛装饰开关开启牛气闯关。本节目由达利园全新上市的新鲜品质餐包特别支持。当然我们还要感谢倡导品质生活你我共享的好享购物对本节目的奖品支持，好享购物24小时贴心服务。本节目由乐拍拍室内乐园特约播出，亲子娱乐团建拓展尽在乐拍拍。今天呢又是全新的一天，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和我们一样特别期待会有怎样的选手在我们欢乐谷，在我们勇往直前的赛道上闯出他们的精彩。是的，那么在这个时候还是要为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节目要怎么玩，我们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呢？是的，勇往直前乐拍拍，分成男女赛道各8关，每关都有对应的奖品，奖品累积获得。同时每位选手可选择信心关卡，若闯过所选关卡并成功拍下单关手牌，则单关奖品翻倍。好嘞，让我们开始挑战，有请选手登场。来吧，欢迎。嗨，你好。Hello。哎呀，开心的不得了。你好，怎么称呼？大家好，我叫张嘉伟，来自广东。阿伟，阿伟，我先问一下年龄吧，今年多大了？我30岁了。哦，30岁，那阿伟算小哥了，对不对？阿伟，你最喜欢哪一个关卡？最不喜欢哪一个关卡？不喜欢这个，好多人都垮在这里。疯狂的魔方是吗？对，的确有一点点的难度。是的。那接下来该您冲关了，要不要秀一下你的才艺？好，表演个魔术啊。魔术是吗？对。需要准备一些道具什么的吗？不用，变一朵花。有点冷。你觉得这个表演成功吗？还好。对，小哥，你认为你就是心目当中的一朵绽放的花朵，对吗？对。来，有请去选择我们的信息关卡，加油！
真的都是乐呵呵的啊。对，特别会调节自己的心情。口号是什么？欢乐闯关，一定通关，一定快乐。好样的，来，请准备，直接乐拍拍，三二一，出发！好，顺利的来到第二关，疯狂的魔方。这是起势的动作吗？在不断的摇摆。大哥，你要再摇摇手，给自己发发电。可爱的粉红色的小花朵，今天一定会特别完美的绽放。好可爱呀！好了，接下来是我们第三关的挑战。接下来第三关，飞跃风火轮。怎么回事啊？最难的那一关你都过去了。大哥电没了，谢谢他给我们带来了欢乐，谢谢你。好了，我们挑战继续，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有请。你好。来，今天请。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来自四川广安。哦，老乡，你好，你好，你好。你是哪里人呐？他是广安的，广安。我是泸州的。哎呦，老乡你好。哎呀，这。我刚说我是老乡的，你没反应。那你是直接从广安广元来的，还是之前就在深圳啊？之前就在深圳。之前在深圳做什么啊？深圳的话就是服务行业。那你今天的心情怎么样？不错哦。不错。哎，刚才那么腼腆，现在哎。为什么不错哦？想来落水了。想落水了。那接下来，请拍下你的信心关卡。好样的，选择了第四关。第四关。勇往直前，乐拍拍，三二一，出发！加油！通过第二关，这位选手获得了由达利园全新上市的新鲜品质餐包大礼盒一份。现在是我们的飞跃风火轮，小爱。抱住抱住，非常灵活啊。哎，他选择了回到你的起点。怎么回到起点还这么高兴呢？对啊，但是这种方式也是保留体力的另外一种很好的方式。又回去了。哎，不要放弃。哇哇，他竟然臂力了得呀！竟然，别落水，别落水！哎呀，对着我们的镜头挥挥手。有没有看到他的发型还依旧是那么的帅气？是是是啊，可以落水，但发型绝对不能乱啊！帅帅的，谢谢你的参与。好了，继续挑战，有请下一位。来，舞台中间请，怎么称呼？来，二位主持人好，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你好。哎，让我来猜一猜啊，你是不是主持人？让你猜中了，负责室内室外大中小型的各种演出。哇！哎，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猜出他是主持人吗？是。因为他的那个范儿特别正，而且说话就是一板一眼的，很有那个感觉。哎、谢谢谢谢谢谢。该你闯关了，请选择我们的信心关卡。来，有请。选择了第六关，来到舞台中间，来，加油！第六关作为你的信心关卡，出发前的口号是什么？年轻就是要欢乐，欢乐 ，Go Go Go！ 张德奎，你加油，请准备，来，勇往直前，乐拍拍，三二一，出发！好样的，好样的，加油！哎，不错哦，很稳。好，现在是我们的第三关了，飞跃风火轮，加油！我们这位选手不可以从对右侧的穿过，那样奖品会没有的。加油！还在打招呼，注意哦，要从你的左手边着陆。好，想办法从这上面下来。很好，从中间奖品就取消喽。
被我们的规则吓到了。他好像非常热爱我们这个风火轮的感觉。很好，现在往你的左侧，就是这样。好，接下来迎接的是第四关淘气的猴子，加油。淘气的猴子障碍物非常的多，你需要选择注意了下气的时间出发。好，那直接冲刺，稍等稍等，不着急。哎，他好像每次都特别喜欢跟我们的障碍物进行一段玩耍。你啊，最好是从这个柱子下面钻过去。对了，跨越跨越，别等别等。哎呀，转身。恭喜选手可以获得诺卫斯麦片一份，德国诺卫斯营养麦片，活力无限，呵护无边，露出了舒心的笑容。好，给自己加加油。卖大了，好可惜，有点可惜啊。可能是因为看到欢乐谷繁华都市开心地这几个字啊，就特别熟悉，想下去张望一番。对，嗯，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挑战继续，有请下一位选手。有请。嗨，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差点冲下去了。介绍一下自己。你好，怎么称呼？我是来自广东。叫陈红贵。你好，刚才怎么那么开心的就冲过来跟我们打招呼，现在心情如何？嗯，很激动。好了，那接下来请拍下您的信心关卡，加油。来，做出你的选择。你的口号是什么？勇者闯关，我们终点见。终点见。终点见。好样的，勇往直前，乐拍拍，三二一，出发。加油。好嘞，恭喜你来到了第二关疯狂的魔方。下水了也欢乐。镜头太少了，跟我们镜头挥挥手，在你的后边。哎，他是一个非常爱笑的男生。好嘞，让我们继续挑战，有请下一位登场。来，欢迎下一位。今天请帅哥。大家好，我是来自华侨城欢乐谷的。你现在从事什么工种啊？就是跳舞啊，扣篮秀那些的。扣篮秀，展示一下好吗？即兴发挥，我们有什么音乐就唱什么。哦，来了，音乐来了，来 ，Come on！ 哇，起范了啊！错嘛，你的目标关卡是哪一关？冲到最顶那里。好样的。好，那接下来请拍下你的信心关卡，加油。哇，选择第六关。来，马上就要闯关了，你的宣言是勇往直前，活力冲冲冲。好了，请做准备。勇往直前，乐拍拍，三二一，出发。加油。好样的，我们这位选手的弹跳非常好，漂亮，很稳。第三关顺利的通过了第二关，来到第三关飞跃风火轮，加油。现在我们的两个风火轮正在不停的转动，漂亮漂亮。好样的，通过了第三关，恭喜选手可以获得港荣乳酸菌蒸蛋糕，运动肠道不上火，健康营养好搭档。恭喜选手可以获得诺卫斯麦片一份，德国诺卫斯营养麦片，活力无限，呵护无边。来吧，咆哮的士兵，非常的快速。哇哦，第六关旋风礼帽是你的信心关卡，在闯关的同时记得抬手拍一下你的手牌。对，就在你的头顶。欢乐谷中国主题公园连锁品牌提醒您，精彩稍后继续。欢乐谷中国主题公园连锁品牌提醒您，精彩继续。
旋风礼貌是你的信心关卡，在闯关的同时记得抬手拍一下你的手牌，对，就在你的头顶，好，可以拍到吗？哎呀，哎呀，就差一点点完全被我们的这个圆环打下去了啊，好可惜呀。这位选手在我们这个赛道上表现的就像一阵风一样，速度非常之快啊。对，在第七关当你找准时机出发的那一刹那，您就千万不要停下来，一停下来就会有危险。没错，来，让我们一起看一看接下来的选手怎样精彩的表现。嗨，你好。 Hello， 来，舞台中间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你吧。我叫李佳，木子李，嘉年华的嘉。嘉嘉嘉嘉来自哪里？我来自湖南郴州。你现在从事什么工种啊？卖泳衣。卖泳衣哦，哎，那你会不会根据大家不同的身材或者不同的样貌风格为他们推荐不一样的泳衣？会根据他们个人的气质或者那身材推荐。哦，那比如说我们的燕婉，你看一下他应该穿什么样的泳衣？应该穿性感的比基尼。性感的比基尼。哦，我觉得他应该穿那个救生员的衣服，我的严严实实。为什么？我跟你说，虽然是我的气质是可以的，虽然什么衣服都能驾驭，但是我还是希望小哥能够给我提一些专业的意见。那我呢，小哥？那诚毅哥哥呢？你觉得？他是属于什么样的气质，适合什么样的泳装可以了。那我的泳裤应该是什么颜色呢？带着那种树叶的沙滩裤。带点树叶的。我还以为上面得贴点树叶呢。好了，那接下来希望你闯关成功，好不好？今天要不要选择一下我们的信心关卡呀？选择第六关啊。好，直接去拍好不好？加油，来，第六关，六六大顺。大声地喊出你的冲关口号，欢乐一直冲，冲一冲冲到底。好样的，勇往直前，乐拍拍，三二一出吧，加油小哥，呜呼，一定要一冲冲到底哦，加油，再来，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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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不能慢，你没有穿泳装，你小心啊。啊，有点可惜啊。哎，其实他今天如果穿着泳装来，可能是另外的一种感觉。跟我们挥挥手，来，帅的你，好嘞，有请下一位，有请。嗨，嗨，你好，来认识一下，怎么称呼？我来自广东，叫张宇斌。张宇斌，对，张宇斌，你的肤色好健康啊，是吗？让我来猜测一下，你是救生员吗？对对对，哇，我主职业是救生员，副职业是也是平时教人家游泳，教游泳，你游泳一定非常厉害啊！算是游泳教练，对啊。那你一般教游泳的话，是教多大年龄的朋友啊？一般都是小朋友。那您教小朋友游泳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小妙招啊？因为小朋友学游泳其实内心有恐惧的。对呀，一般我在外面教都会先让他去互动一下，我们跟他互动一下，去水里面玩一下，先第一个节课，然后后面通过他放下戒心之后，恐惧之后，我们再会教他的脚的动作，慢慢以示循环，还是非常亲切的。我就从小就特别害怕游泳老师，你知道吗？因为小时候学游泳的时候，那个游泳老师直接就一脚把我扔进去了，把我怕的呀。对，有一种这样教法，是严厉的教法。所以你平常是这种老师吗？不是，他是先让孩子们和水熟悉起来，成为好朋友。对，蜻蜓点水，再进行教学。出发之前，要不要秀一下你的才艺？才艺就是去游泳，游到第八关。对，来吧，开始吧。庾澄庆的《情非得已》吧。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 ，bling bling， 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洒不去。哦，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谢谢。好听。哇，唱到副歌你就不唱了？我知道，把副歌留到高台去唱，好不好？吊人胃口。加油，来，请拍下您的信心关卡。来，有请。第四关。好，你
你的口号是什么？大声的说出来。鼎盛，走。必胜是吗？变身，反正我们是广东人的白话。哦。好嘞，来勇往直前，乐拍拍，三二一，出吧。哦，这个跳跃啊，特别的漂亮。好，来到第二关，疯狂的魔棒。小心，小心，小心。哇，有这样一位小哥教游泳，我相信孩子们会爱上游泳，而且会学得很快啊。一定是这样的。哎呀，哎呀，小心小心。哎哎，哎，你很爱水，但是不要掉下去。对，哎，扒稳了，扒稳了，用腿部的力量。哇，臂力也惊人呐。他的身体素质还是非常厉害的。好的，接下来再次开启飞跃风火轮的挑战。好样的速度，小心，继续往前，别犹豫。好，接下来是第四关，你的信心关卡，记得拍下我们的信心手牌。是的，只要你拍下我们的手牌，奖品就会翻倍。好了，现在只要通过第四关，第四关的奖品就可以为你成功翻倍了。好，加油，漂亮。好，从左侧穿过，哇，非常的迅速。恭喜选手可以获得纯真青酪乳小蛮腰酸奶一份，味道纯纯，尽享精彩。诺味斯麦片一份，德国诺味斯营养麦片，活力无限，呵护无边。还差最后一个跳板，非常的顺利，可以成功跨越吗？通过第五关的选手，恭喜你获得由绿兽提供的大礼包一份，里面包含了绿兽代餐奶昔、好享受体支秤和智能手环。旋风礼帽，没有丝毫的犹豫就出发了，很顺利。来吧，第七关空中飞人，依然没有做停留，准备好。吊环在向你靠近，抓住了吊环，屈腿，好，目前来看依然非常的顺利。哦哦，好可惜。我们这位选手虽然说落水了，但是你看他跳水那一瞬间真的很帅，非常专业啊。是的，哎呀，感谢我们这位选手给我们带来的在赛场上的精彩表现。谢谢你，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闪亮登场。有请。哇，你好，欢迎来到舞台中间。来认识一下。怎么称呼？陶鑫。陶鑫。对。彭鑫。陶大哥，您是厨师吧？没有。你平常是不是特别喜欢吃？不是，我看您特别像会做吃的，做美食的。那你是做什么的呀？我是会吃，但是不会做。我是那个建筑工程师。哦。平时都忙着工作啊，休闲的时间你都在做什么呢？我休闲的时候都一般就是，你看我这体型就知道，爱运动，热爱运动，热爱运动，保持身材。好嘞，要不要选择一下我们的信心关卡？好，来，谢谢。你的口号是？重在参与。重在参与，能闯几关是几关，能闯几关就几关。哎，好样的。来，请做准备，勇往直前，乐拍拍，三二一，出发，加油。不错，别说，还真好，非常的灵活。哎，好样的，好，哎，这个过关的方式不怎么。哎，小心。哎呀，挥挥手，对着我们镜头，在哪里？眼镜啊，他还跟他握握手是吗？别人一般看到这个救生员啊，双手就扑在上面了，他是先握握手，你好你好，特别可爱，麻烦救一下我好不好？所以说这位大哥
健身健康很重要。对，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登场。来，有请。Hello， 你好。来，向大家认识一下。什么称呼？我是来自湖南的献红心。献红心。红心。接下来，我相信好运会伴随你冲向高台。一定是这样的，加油！加油！来，选择一下自己的信心关卡。加油！来，第六关。口号是什么？勇往直前，冲冲冲！漂亮，请准备，勇往直前，乐拍拍，三二一，出发！恭喜你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关，飞跃风火轮。漂亮，这身体，哎，大家看好了，如果从中间这样穿过去，这是一个错误示范。好，第四关，淘气的猴子。淘气的猴子，现在木桩障碍物非常的多。你看我们救生员在闯关的时候，他是很谨慎细致的，对，而且身体素质和体能非常棒。没错，现在钻进了这个障碍物当中。小心，漂亮。好，第四关成功通过，来到第五关，咆哮的士兵。好，第五关通过的也非常的稳健，跨越平衡感掌握得非常好，没有受到我们跳板的影响。哇哦，很棒！第六关，旋风礼帽是你的信心关卡。这位选手的实力不俗哈，所以呢要挑战一下我们的乐拍拍手牌。你的上方是我们的手牌，可以拍一下。哇，很棒！恭喜你，这一关的奖品将会翻倍。恭喜这位选手获得由妈妈购 APP 提供的精美礼卡，亲子消费上妈妈购抢现金红包。恭喜这位选手获得由中国健康酒典范椰岛海王酒提供的奖品一份。第七关，空中飞人。好，我们的这个十字障碍物也非常的完美的跨越，哇，一气呵成，没有任何的停留。最后一关，极限阶梯，记住，踏上跳板就勇往直前。哇！哇！好棒啊！开心吗？开心。哇！看你闯关好像丝毫没有压力啊，自己闯关成功了，有没有什么要给自己鼓励的话，或者给接下来的选手要加油鼓劲的？好，下面的朋友加油。另外，我们的通关选手呢将会获得教育机器人全球发明者能力风暴提供的奖品一份。来，我们一起来个跳跃，好吧？三二一，耶！好，接下来的选手加油吧。是的，祝贺这位选手成功登顶。后面的选手们，看你们的，加油吧！有请。嗨，你好，来到舞台中间。嗨。介绍一下自己，怎么称呼？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湖南邵阳的，然后一名湖南妹子魏玲。魏玲你好。对，湖南妹子有哪些特点啊？你跟我们说一说呢？比如很喜欢吃辣的呀，辣的。比较喜欢散步啊，跳舞啊。散步，你确定是湖南妹子的特点？那是我个人的。平常喜欢散散步和朋友一起。还有什么？唱歌是吗？对。那今天给我们来两句呗。来吧。我听一下湖南妹子的这个嗓音，就是很清清亮的，是不是？来吧。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想去迈阿密，还有黑人的洛杉矶。好，那你到底都去过什么地方啊？我去过，比如说我们湖南有一个古城叫做凤凰古城，特别美丽的一个地方。是是是。今天想要闯到第几关呢？给自己一点信心，就第一关。啊，才第一关啊？对，第一关很简单的，你放轻松就好，肯定。好，为你加油，好不好？好的，那接下来请你去拍下你的信心关卡。来，有请。第一关。勇往直前，乐拍拍，三二一，出发！拍下手牌，哎呀！
呀。没关系，你看第一关已经通过了，不是很好吗？完美错过了啊。好了，恭喜你，绿兽为您送上的代餐组合礼包送给你，里面有最新口味的绿兽的代餐奶昔和代餐能量棒。好好，来到我们的第二关滑稽转盘，没想到吧，还顾着拍照呢。好，拍了照，不然就没得拍了。对着我们镜头挥挥手，这样回去让镜头定格。好样的，还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女生。有请选手登场。哇，欢迎。欢迎，你好，怎么称呼？你好，我是来自湖南郴州的一名选手，我姓彭，今年23岁了。全名彭媚黄，谢谢大家。华，你好。媚黄哈，希望你啊能够成功通关，好不好？好，一定要加油到最后一关。加油！好，有请我们的选手。请选择星星关卡。来，来到我们的左侧星星关卡区域。好，选择了第四关。来，有请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我的口号是：年轻就要欢乐，欢乐 go go go。好样的，请准备，勇往直前，乐拍拍，3、2、1，出吧！加油！加油！好，右侧的跑道。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关，心跳滑滑梯。好，现在我们这个可爱的女生正在努力地攀到最高处，加油。好的，现在即将开启的是后半段的赛程，注意了，第三关的后半段的话一定要先做好下滑准备，双手交互抱在胸前，听好我们的口令，保持平衡，准备，3、2、1，滑。欢乐谷，中国主题公园连锁品牌，提醒您，精彩稍后继续。勇敢去拍，放肆去嗨，公牛装饰开关提示您，精彩继续。3、2、1，夜华，漂亮，棒，非常稳，现在已经落在了我们的弹床中央，继续往前。只要跨越第三关的横路，现在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第四关。恭喜选手可以获得港荣乳酸菌蒸蛋糕，运动肠道不上火，健康营养好搭档。好，现在我们的选手来到的是淘气的猴子。好，是的，翻了我们的手牌。加油。恭喜选手可以获得纯真青酪乳小蛮腰酸奶一份，味道纯纯，尽享精彩。暴走圆盘，这一关对女生的胆量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好，她坚定地迈出了第一步，她会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一个一个度过圆盘呢？非常坚毅果敢的女生，加油，很好，为你的勇敢点赞。第五关顺利通过，马上我们要来到的是第六关，旋风礼帽。好，拍拍胸脯，放松放松，在你的身后有你的朋友为你加油。好，他出发了，身后的障碍物离你还有一定的距离，只要保持这个速度应该没有问题。还剩最后一个圆盘。好的，恭喜这位选手获得由妈妈购 APP 提供的精美礼卡，亲子消费上妈妈购抢现金红包。恭喜这位选手获得由中国健康酒典范椰岛海王酒提供的奖品一份。
勇敢的跨越。好，站稳，很好，移动，站在这个摆锤的外围来。好，准备好了就可以跨越，可以吗？奋力一跳。通过第七关的选手将获得黄金搭档，补充钙铁锌硒维生素，黄金搭档，全家健康好搭档。差最后一个关卡，我们的第八关极限阶梯马上就要打开了，你可以稍微来恢复一下，稍微调整一下，因为刚才体力的消耗的确比较大。踏上我们的红色平台之后就不能有丝毫的犹豫，来拍拍胸脯，给自己勇敢的加加油，加油，向上冲，来吧，站起来，你可以的，加油，可以的。往边上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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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边上走。哎呀，落水了，很可惜，但是我们依然要为这一位非常勇敢的女生，为你的勇气点赞。本节目由欢乐谷玛雅海滩水公园独家冠名，来欢乐谷和爱的人共享欢乐。在这里还要特别感谢公牛装饰开关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勇敢去拍，放肆去嗨，公牛装饰开关，开启牛气闯关。没错，在这里也要感谢现在造未来教育机器人全球发明者能力风暴对第八关的奖品赞助，谢谢大家啦！感谢凯叔讲故事 APP 对本节目的特别支持，听故事就是凯叔讲故事，下载凯叔讲故事 APP， 超人妈妈的育儿神器。同时我们还要感谢节目的合作伙伴乐虎功能饮料，乐虎释放你的能量。本节目由乐拍拍室内乐园特约播出，亲子娱乐团建拓展尽在乐拍拍。是的，有请下一位，来，有请。嗨，你好，怎么称呼？来，我是叫张亮亮，来自江西赣州。那接下来该你闯关了，请选择我们的星星关卡。 好，谢谢，好，加油。第四关即将要出发了，你的口号是什么？奖品我来了，说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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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往直前，乐拍拍，三二一，出发。哎，怎么回事？哎呀，太可惜了，太遗憾了。好了，那接下来咱们挑战继续，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有请。嗨，哇，热情洋溢啊！哇，热情似火的感觉。哎，大家好，我来自湖南怀化闵长城。嗯，闵长城。对的。你想过哪一关？我想过哪一关？终点第八关。有什么现在还不明白的，我们俩都可以教你。你想要那个机器停下来吗？我特别的想，但是我跟你说，我们还是做不到。做不到没关系，我相信你的实力，可以的。可以可以，好，加油加油加油！你要相信我，我相信你，我怎么不相信你？我相信你。有请到我们的左侧信心关卡区域。即将要出发了，你的宣言和口号是什么？勇往直前，你在那等着我。等着你。小七也在那等着你。好样的，勇往直前，乐拍拍，三二一，出发！加油！我们小七在高台等着你。是的，有一个非常可爱的、漂亮的小姐姐在那里等待着你。哇哇哇！哇，不错。哎，小心！哎，小心，扒稳了！哎，很好，还有机会！哇，这个力量不得了！通过了第三关，恭喜选手可以获得港荣乳酸菌蒸蛋糕，运动肠道不上火，健康营养好搭档。是的，这一关呢是我们选手的信心关卡，记得拍下在我们赛道上方的信心手牌，千万不要忘记哦，这样奖品才可以立即翻倍。准备，看到了吗？手牌就在你的头顶上方，拍下手牌哦，可以让奖品翻倍。哎呀，他选择了先闯关再说。
咱不能一直在那个下面啊，咱们要想办法前进。好样的。好，恭喜你来到第五关，咆哮士兵向你再招手。看得出来他对这个活动的跳板呢好像稍微有一点点的紧张，慢慢的尝试一下，这是一个心理上的跨越和克服，已经跨越两个，应该找到状态了，还差最后一个跳板，你可以的。好的，我们可以稍微从边缘走一点，这样才能更加准确有力地踏上我们的蓝色安全板。哎呦，哎呦，差了一点点。挥挥手，对着我们镜头，很帅。好啦，无论怎么样，今天来到我们比赛的选手他们都是很优秀的，克服了种种困难，战胜了自己。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挑战继续，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你好。你好。慢点慢点慢点，来介绍一下自己。怎么称呼？大家好，我叫叶景阳。哎，你今天是特别紧张是不是？刚才说话一直在发抖，手也他手冰凉，特别凉，炎炎夏日，你手凉成这样，多紧张啊。怎么了？第一次上台吧，就像这样的活动。哎，那你跟我说说你平常有什么自己喜欢做的事儿，业余爱好是什么？有时候下班跑一下步吧。今天有没有信心闯到最后一关啊？有。有。好样的。来，请拍一下您的信心关卡。来，加油。来到我们的左侧信心关卡区域。好，你的出发的口号是什么？勇往直前，一路向前。好样的，勇往直前，乐拍拍，三二一，出发。哇，挺棒的耶。我们这位选手啊，真的是全程面无表情，很严肃，因为他紧张你知道吗？很谨慎，而且哎可别往后仰啊。他选择他不知道怎么躲他，你知道吗？哇，他好灵活呀。哇，哎，小心小心。怎么这么自如啊？因为他很瘦，身材很好。漂亮。好，现在来到了第四关，淘气的猴子。淘气的猴子很调皮的，希望今天他能够对你好一些。来，我们已经出发啦。哇，我觉得他很有希望登顶。哎，一定会的。跨越跨越。哎，稍等一下，他总是喜欢先尝试一下然后再回来。他一路都跌跌撞撞的，踉踉跄跄的。好样的，通过了第四关。好，第四关顺利通过，来到了第五关，咆哮的士兵，非常幽默的一位男选手，在第四关的时候就跟我们的这个第四关关卡的名字一样，淘气了一点儿。第五关可是要相当的平稳才能顺利度过。好，跨越非常的好。好，他选择的是这个用手扶着墙壁来保持重心，这样也可以吗？用你的上肢力量坚持住，加油。很好。第六关旋风礼帽是你的信心关卡，在你的左手边和右手边分别都有两块我们的乐拍拍手牌，如果拍到的话奖品可以翻倍，当然前提是需要通关成功，不要被我们的道具打下水哦。好了，他出发了。好，在你身后的装置快要追上你了，要加速，要加速。好，有惊无险的通过。来到第七关，空中飞人。好，站上了我们的旋转圆盘，等待一下，保持这个腿部肌肉的一个活动记忆，小碎步在挪动。好的，
抓住吊环，飞起来吧。好，可以平稳的落地吗？哦，很好。通过第七关的选手将获得黄金搭档，补充钙铁锌硒维生素，黄金搭档，全家健康好搭档。来，调整一下呼吸，最后的冲刺，加油！来吧！欢乐谷，中国主题公园连锁品牌，提醒您，精彩稍后继续。享受健康，助你冲关，以科学管理体重的绿瘦提醒您，精彩继续。恭喜你来到了第八关，极限阶梯。来，调整一下呼吸，最后的冲刺，加油！来吧，勇往直前！还差两步，耶！哇，来，怎么样啊？现在心情？比较激动吧？激动。刚才在哪一关的时候遇到一点小小的麻烦了？在第三关抱的那个圈在那里转了一下。对，就是这样一个不放弃、勇往直前的这样一个精神，支撑着你一直闯到了我们的终点哈。通关选手将会获得教育机器人全球发明者能力风暴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为你鼓励，恭喜你，亲爱的选手，你们加油吧！有请下一位，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你好，你好，哇，你看起来好苗条啊！你好。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好，我是福建的张艳华。张艳华，你今年多大了？我今年22。今天有没有信心冲到最后一关？有，加油好不好？加油！希望你能够冲上高台。来，请拍下信心关卡。有请。好，选择了第四关。即将要出发了，你的宣言和口号是什么？勇往直前，冲冲冲！好，来，好样的，勇往直前，乐拍拍，3、2、1，出发！他现在好像在观察一下这个形势啊，哎，竟然小心了！还是有点犹豫啊，我们这位选手。我觉得他一定是身高太高了，所以有的时候没有掌握住平衡。好，我们后面的选手记住了，在第二关的时候速度一定要提起来，有任何的犹豫都会可能造成你落水哦。没错，接下来的选手要好好表现，有请下一位。有请。你好，又是一位可爱的女生，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梁桂琼，来自湖南农山。怎么了？很紧张吗？有点手足无措呢。有点紧张。接下来我们就马不停蹄的去拍下你的信心关卡，好不好？来，有请，加油！好，选择了第四关。勇往直前，乐拍拍，3、2、1，出发！加油，你最棒！小心，小心。在右侧。现在来到我们的滑稽转盘，很好，要注意第二个转盘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湿滑。好，还剩下最后一个转盘了，加油！很好，往前跳跃，好样的。通过第二关，这位选手获得了由达利园全新上市的新鲜品质餐包大礼盒一份。注意了，这个关卡我们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攀登到我们滑梯的梯顶，好，跨越，漂亮。好的，现在呢已经攀登上了我们的滑梯。好样的。双眼注视前方，3、2、1，漂亮，太棒了！好的，顺利的落到了我们的弹床上。好，接下来最后一个跨越，好的，开启了我们第四关的挑战，加油！淘气的猴子，这一关是你的信心关卡，
可以拍下在我们赛道当中的手牌，就可以让你的奖品翻倍。啊，有点遗憾没有拍到手牌，不过呢离我们通关也很近了。加油，漂亮，来到了第五关。暴走的圆盘是你接下来的挑战，好，加油，努力的向上爬，稳住，好的，跳跃。这位女生选择了这样一个用身体前倾全部铺在圆盘上的方式，哎呦，小心，不过好在有惊无险。第六关，旋风礼貌，好，稍微稳定一下情绪，这一关要的是一个速度和一个时机。好，你他出发了，小心后面，小心后面，好可惜，有点遗憾啊。哎呀，太可惜了。小妹啊，看着她刚刚出场的时候胆子就挺小的，能冲到赛程的后半段已经不容易了，跟我们挥挥手。你已经很优秀了，你很棒了，谢谢你。能看出来现在内心还是有点恐惧的啊，挑战自己，你就是最棒的。 好，让我有请下一位选手。嗨，你好，来舞台中间请，来介绍一下自己。哦，我是欢乐谷水公园的一名救生员。那平时最大的爱好是做些什么事情？游泳。游泳？游泳。那也就是说你现在从事的是你最喜爱的一份工作咯？啊，对。那你觉得你目前的发挥会到哪一关？不清楚。咱们就走着瞧吧。来吧，有请我们的选手来到请拍下你的信心关卡。你的口号是什么？冲冲冲！好呀，加油，勇往直前，乐拍拍，三二一，出发！一位非常低调含蓄的救生员，哎呀！抵挡不住水对于它的诱惑，平时在水里待太多了啊，一看到水天生就有一种吸引力，在水中游玩的特别的开心。还是非常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好，有请下一位。有请。你好。你好。来认识一下。我叫林湘南，也跟他一样在水公园当救生员。生活当中最大的爱好是什么？游泳锻炼。就是游泳跟锻炼。但是我今天可不想让你在水里游啊，不想让你落水，能不能做到？可以。好了，加油，来，请选择你的信心关卡。有请。哇，第八关啊，来，即将出发，你的口号是风里雨里水里等你。风里雨里高台等 你好不好？ 来勇往直前，乐拍拍，三二一，出发，加油，高台见。好，加油加油加油，哎，好，加油加油加油，哎，哎，第八关再向你招手。好，现在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疯狂的魔方。志向很远大。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挑战继续，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有请。好了，欢迎来到舞台中间。嗨，介绍一下自己好吗？怎么称呼？我来自湖南的，叫向冠泉。您是在哪里工作啊？开车到处跑吧。
也是风吹雨淋日晒风雨无阻的工作是吧？对。那今天来到我们赛道上，看到我们这个赛场真实的样子，心情怎么样？感受如何？有点小激动吧。那接下来看你的表现了，好不好？来，有请我们的选手到左侧信心关卡区域。好，你的口号是好了：冲关我最棒。好样的，来，请准备，勇往直前，乐拍拍，三二一，出发！好，来到的是第二关，疯狂的魔方。哎，选择跨越的方式啊，但是一定要找准平衡点。小心啊，通过了第三关，恭喜选手可以获得港荣乳酸菌蒸蛋糕，运动肠道不上火，健康营养好搭档。现在我们的选手来到的是淘气的猴子，选择从左侧区域向前出发。好，我们现在可以中间穿过去。好，很好，恭喜你。恭喜你来到第五关，咆哮的士兵。好，虽然手臂扶着这个我们的旁边欢乐谷的墙壁啊，但是整体脚步还是比较勇敢的。奥儿注意小心，奥儿注意小心。好，有惊无险的通过。接下来是你的第六关，也是你的信心关卡，旋风礼貌。好，没有太多的犹豫，手牌在你头顶。哎呀，差一点没拍到，可惜啦，这一关的奖品不能翻倍。恭喜来到我们的第七关，空中飞人。好，很稳。我们看到这位选手脸上一直带着笑容。好的，第八关，极限阶梯，等待你的开启。加油！洋溢着很开心的笑容，很激动，很开心。刚才在闯关的时候，我发现你跟其他选手不一样，其他选手就是神色凝重的在研究关卡，可是你一直在笑。来一个你认为自己最自豪的笑容吧。哇，今天的挑战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每一位冲上高台以及落水的选手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因为有了你们，这个夏天显得格外的精彩。没错，今天每一位选手他们的表现真的让我们四位可以说是刮目相看了，也希望有更多的观众朋友能够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感谢欢乐谷玛雅海滩水公园对本节目的独家冠名，当然还要特别感谢公牛装饰开关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感谢达利园全新上市的新鲜品质餐包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还要感谢倡导品质生活你我共享的好享购物对本节目的奖品支持。本节目由乐拍拍室内乐园特约播出。哇，感谢各位，谢谢，谢谢你们，朋友们，乐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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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ve me five， 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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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优秀 try， 左手拍拍右手拍拍，勇敢的人亮出你的姿态，用力拍拍疯狂拍拍，华丽冒险已经为你展开，心中的热血点亮宇宙尘埃，不害怕失败成败自己主宰，拍拍拍 give me five， 拍拍拍 let me try， 拍出未知的精彩，拍出无限的未来，拍拍拍 give me five，拍拍拍 let me try， 勇往直前多痛快，开心就要了拍拍。